不掉。纯白跑车摇身一变，梦幻芭比粉，全车包膜，数十万到百万，要价不菲，但很多车主乐此不疲。很多人买不起房子，可是他买得起车子，他们把所有的爱都拿去给车子上面去做施工了。特殊车的话，价格有点惊人啊，几位数，我算一下。七位数。包膜市场又热门又竞争，业者揭秘，从包膜到镀膜，市面价格差很大。有的业者报价便宜，但其实只有车身镀膜，其他玻璃、铝圈、镀铬件等等没有包含在内，价差能有一到两万。在施工镀膜的时候，会有所谓的大美容镜面抛光，扫掉这个动作的话，可能又是几千块的差异。有些店家是没有，他可能就是我今天镀膜这个名字出来，可是只有 for 车身，所谓的车漆镀膜，那他其他都没有做。可是它也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，这几年比较夸张，这几年的价差至少到一两万块以上都有。除了价格有美角，还有人像这样打造专属露营车，车身贴上彩贴，从设计材料到施工费用动辄十万起跳，甚至还有人送玩具车来包膜，让小朋友也有独一无二专属坐骑。汽车美容博大精深，帮爱居换新衣，了解门道，花钱花得更开心。三立新闻涂永泉。